여기 수은이 뭐.
在一些讲义的奥数啊，那时候这里艺术的有些些宋子旭、叶格培，这样子提醒的这个什么老师讲义，是吧？那给了那么多提醒的这个车上，我就想想，有的当然，我就说啊，这些，啊你那个的那嘛这些节目，他们都不要呀，啊你，啊，做不的艺术的推荐的，我主要这些做宋子也是做多啊，就是说那也不用你看完了没？现在西北菜送酒的，西北送酒阶段，西的送酒，那得西的开始中国来了，那开始中国来了，养西哦，都一个了，原来你养到三级，哦，养了一位人西，养西了，再接着来呀，送酒蛋白粉，再送啥？那西北送酒的，就是的，那边吃是吧？就是说，那其他那个，现在你们到苏州路住住的那嘛，这些三五天的话，就说是讲中国有嘞，这什么辛苦活的，我说土钱，我对一点嘞，就是第一次多，第二就忘了直接说出去的，直接希望大家外地来呀，你们那个那嘛有时候可以吃上对的，像是有时候我的嘞，明天我那已经明的，直接。